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呀！今天我还是要吃小吃，鸡翅包饭，好诱人的鸡翅包饭。出门在外，我没有戴手套。这个鸡翅包饭里面还有青豆，好吃啊。还有这个10块钱六个的烤扇贝，超好吃。超划算。10块钱有六个。好可爱的鸡翅，这个鸡翅包饭我买的是两家的，大家从外表应该也能看出来。这家的烤没有那么焦，然后里面没有青豆。它里面的米更糯，好吃。在我们家那边附近。点这个扇贝的烧烤，可能都得10块钱一个吧。这边10块钱六个，好吃。还买了一个拉丝芝士棒，不拉丝了。
这个是现做的，不是那种冷冻的那种拿出来炸，就是那种半成品。我看是小哥现做的。这个外面的皮让我吃出来那个鸡腿面包的那种感觉，你们有没有吃过那种大的那种鸡腿面包？它底部的这个肠和这个面粉在一起就更像鸡腿面包了，因为鸡腿面包中间不是也夹了个小香肠吗？嗯。好好吃，我真的太爱小吃，太爱路边摊了，太好吃了。